大觉心体释迦牟尼为什么叫世尊？释迦牟尼佛就是化佛。什么叫化佛？觉心啊，大觉心体，从觉入觉入世的那是化佛。觉心，你要讲到觉心啊，你马上就要去思维。觉心一定有三个相，你根本的灵明妙湛的那个觉体毗卢遮那是法身，就在这个灵明妙湛之中，他从觉能够随缘现出种种觉，那叫做卢舍那佛报身，他就会如是法如是现，如是法如是报，那叫报身。必定有问有缘，就如是报如是答，那叫报，报答帮就能现。然后觉体既然有这个报身，所以就能够在下面就发现觉心就随现前的因缘能够成就种种大觉的觉照。但是这个觉照时啊，虽然成就都是感觉都已经现前了，一些众生相现前了，但在这个众生相时，你是知道觉在现的觉，所以一切众生相还是觉。这个身叫化身，能忍能极。可是就在这个身出来时呢，你就看到世间相身了嘛。所以在这个身，这一个化身现前处，它就是能人能及处。所以它既然能够随着走随成种种感觉，但是感觉那个时候还是觉，只是随觉入觉而已，是感觉。然后你再下一步在感觉上看呢，就是世间最初的一大，世间最初的一大叫什么？叫天嘛，就是天了。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华严经释迦牟尼佛都在六天说法，而且那个天还不要跟你讲到无色界，色界就在欲界。为什么讲的就在欲界呢？因为这一个化身化到最圆满处，就是一切感觉随缘现的感受时，它能够真正呈现一切感受的种种差别的情境，跟感受的所有一些境界的种种氛围气势现前，氛围气势每一个差别就是欲，那就是欲。你要是现不出每一个感觉的氛围气势，那就不叫化身，那叫做根本觉心不灵敏了。镜子现前时，镜体永远像毗卢遮那。于是他一定从镜能现镜中的作用，就是卢舍那报身。你看他报身就现前了，既然有报身，马上那一念就变成什么？必定随缘成就净色，起照即大照了，起成净照了，那叫化身。可化身最初现出净色来还是净体的光明，可就在这光明这一刹那之中，啪，你完全看到净色，世界成有成就了，完全变成净色，就世界成就。那个时候还是一大，虽然成就还是一大，但是这个一大成就时呢，它不是最初只是照色的清明而已，它那个清明还要是具体成就一切净色的种种差别，照了一切差别才叫大清明，才叫真清明。所以讲到为什么佛一定要在欲界中说，甚至于说佛一定在人间成佛，就是觉心最清明处，差一点不叫觉心大明，多一分就叫轮转，就叫 流浪散土。这里面有个量，就是我们常讲的印量，那个波。为什么释迦成就，释迦在世间教化因持波，你知道吗？那个波字叫做本，诸佛拿的波是一个金，一个本，那个根本不变的金波，就是金刚经的金字，它可以随缘，金子啊可以随缘变化种种形状，在变化种种形状时，就金子它的质地很软，你把它烧了变成什么形状，给它什么模子它都能变，但是变完什么模子啊，金性不减一分。而且你明白那个金性时，就算它变成一个金刀，变成一个金筷子，你要明白它的金性时啊，你金筷子虽然现金筷子有筷子的作用，但你也不会堕在如是筷子的作用。为什么不堕？因为你一定珍惜它的金子，谁舍得拿金子真做筷子，对吧？你一定知道是筷子，你知道这是有这个用的，但我不会用。为什么？你珍惜。讲这个是世间上的说法，讲到觉心，你若是真正知道都是觉识现出的用，你都明白，但你会堕在那个用中吗？不会，你会珍惜如是觉心。
所以从轻从本，那个叫做印量，因为真行如是觉性，于是再用，你不知道吗？知道。你会堕在用中忘记了本吗？不会。中间这一个手持叫什么？叫印量，叫持钵。